你要是我们去我混几年啊，再加上山头多，心里有卡淡薄的是了，应该啊，够水穿怕羞。金吉星，哟，你不是我新舅吗？好久不见了，气色美迈好。我新舅啊，看到你的精神正常，我真欢喜。你敢知影你中午的时阵，我是偌烦恼哩？过去之事不用再谈了。对了，最近刚看到任无所这个人，你们说任无所，伊最近啊弄咧说五分的麻烦哈，动手那不是五分的指点，伊到现在遐咧说点呢，竟然温州小报啊，伊啊祖先有情有义，这是啥物有情有义？伊曾经提前来请我签名。我看他应该不是这种表里不一的人才对。你不提就罢，一提我只好跟你讲，你我说话讲你的声名，弯是过山，过个来山，本来一支剑好好，和你相认的规支剑嘛拢无简单。你我说话，你真正要不欠人过死。大仔，你为前后矛盾，顶一场，你也讲你我说情有可原。情有可原，就是情有才可以原谅。你嘛无，那去顺业收听。喂哦，顶一摆事件，你也未甲人道歉哩。道啥歉？这是我甲业收听未起，将计就计。人被带入西罗门，我本来也期望你当该加算几工，上该好是召集苏弟你的信任，进入你的核心，发掘你的阴谋，颠覆你的组织，最了你的性命。可是你竟然迫害我的计划。喂啊，迫害你的计划人不是我的事啊。但是我讲恁就是恁，你不是人，你马上到这个西罗门啊，好好按来那只老狗。好啦，我去就是。叶小弟本来都未晓搬去啊，哪有可能按照你的计划去做失败？就是嘛，是导演差，也怪演员，又唔敢怪大牌的明星，只敢替阮这细牌的来出气。应该年轻的博士和吴神啊，马上下来交代一下了。大仔，来不及了，叶莫仔已经走真远啊。不要紧，后摆要有机会呢。叶小天啊，最近五魂到来说呢，你敢知影这个五魂啊，已经答应将宋焕金刷到这个气炉堂。前辈，我所想离开了，气炉堂只有快到了，我担心这个兄弟。为王万一，你要是再留下来，这任无私。任无心酒前辈，少年呢？听讲你最近变得真臭屁，无心酒你来势汹汹，点点。这是我甲任无私的代志，你站在旁边看，一切无事。任无私，尽管出招吧，那晚辈只有得罪。我来马少国，我都不信你五魂真傲吹。心中红魂心不定，国金圣贤谁为邻？一朝还江挂丝剑，九中天光我两清。你是安怎吹着我？哎呀，这人是五魂的专长。魔魂，来吧！政策是个心，
这次是来真的咯。用在今天之春，神秘神秘神秘，神秘女侠非常神秘点将，明达之海伊一是何人？我神州最强人物师，剑雄之精随灵现出，木剑子水情义剑无毒，究竟人物师手边或无边呢？五魂地道大悟，铁路谈之欲，将会引发什么风波？速还金，速还金，速还金！今夜海东。真正是青江白日梦，碧血惊魂，重现魂斗山，金龙中天机，玉帝结果，请勿错过我们的宝地戏《霹雳英雄本质风起云涌》第八集《乾坤挪移》。